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是2019年的11月25号，现在呢是早上的6:40。点赞。OK。中午好，各位。现在是11:45。啊，这是我中午做的，是中午的菜，不好。点赞。这个电脑呢是，换成了8G内存，安装的系统速度有明显的提升，很快就做完了。如果你的电脑慢的话，可以来找我店里，给你提升电脑的那个效率作业。现在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开箱，什么呢？艾维特新出的一款 Mic。一个小袋袋，看起来挺可爱的啊。袋袋里边带一层绒。好了，当当当，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莱维特麦克风本体，拿在手上呢，非常有质感。一个支架。一个电源线、数据线，两个音频线，一个防风罩。这是晚上的6:50了，看看妈咪做的菜。哇，好好，点赞。